新竹县主动进下期台后用韩庭牛记做主题，今日头首期那文法馆判书法共同同书艺点点费，店主后院总共一百部该书法作品，透过内该书法点是好事成果。竹东镇沙崎太后古掌班沿着东后堂迎我，来同书法店展开创。竹东沙太公为了传统众生学习，古手头10年前开办的书法班，对象很多特殊学生的上班族同退休的乡亲，希望做得到有限时间培养对书法兴趣。开班这么多年以来，其实我们不管是老师带着学生，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成果。所以，我们希望就是定期能够帮我们的师生能够办一个联展，这是我们办这个展览一个主要的目的。有些同学他过去可能只接触到那个楷书，后来他发现，其实写隶书啊，写其他的书体也蛮好玩的，所以慢慢的也接触到其他的一个书体，后来甚至连草书都能够发挥，所以对他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乐趣。一两届书法班总共有40人的学员，上课时间分别在大礼拜二同拜五暗不头7到9点。书法学员讲，学习写书法，除了自家兴趣，同时要做点认识，磨强两位朋友。以我们的年纪来讲，我们会觉得说，我们有不一样的朋友。班上有16岁的同学，有81岁的同学，写书法变得不是我们主要的事情，很乐意每天就希望说，能够来上课，看到这些不同年龄的阶层的朋友跟同学，其实大家还蛮开心的。可以讲，这人要写25个人，5点行来写，写到7点半。天猛讲行来写，我是无赚过，因为你无读书啊，银行日铺，你行食铺就见得见到啦。除了天气盼成果展，还要将书法作品推荐参加比赛，鼓励下的学员过目比面，同时感受还有内涵的书法艺术。下个新闻，王明耀新竹报道。